同学们上课哈、啊，那么这次我跟你们讲过了哈、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是复习嘛哈、啊。OK， 那我们先从啊，我们先看十二章哈，十二章是真正的那个氢原子了。我们有两项哈，两个修正项，一个是那个啊，这是那个相对论动能的修正项，那第二个啊是自旋轨道的交互作用。在利用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个可以等于是给哈。那 J 呢 ？J 是总角动量。那我们在算这两个的能量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 J 哈 ，J 跟它的 JJ 的 eigenstate。这个波函数哈，这个波函数我写在这里。
对，是这是考试哈，内容很多了哈。你们不用背，你们不用背这个公式，如果用到的时候我会写在考卷上。那我要你们会用，这样清楚吗？啊。你们要知道，就是说这一项可以展开成这两个，可以展开成这两个。那下一步你们就知道，就是说我要算这个能量的时候该怎么算。你用这个带进去算就可以。这一项就比较麻烦了哈。那这个很简，这一项是很简单的。啊，就剩下变成是 R 的积分而已。我这边稍微提醒一下，不要忘了哈，这是只有角度部分哈，跟自旋部分，还有什么部分？假如是原子的话，还有什么部分？还有 R 的积分，能知道哈？对，所以完整的破完数你要乘上这个。好，就空间哈，空间有 R 部分，这是角度部分，对不对哈？这是角度部分。对，然后，多题第13章多题运动哈。第一个我们要，第一个是，叫交换的算符，对。我用你们书上的符号了，那这是等于啊，就把那个电子的或者粒子的哈，它的标就第几个电子第几个粒子，把它对调。然后它有个 eigenvalue，
那这是对称的。一个是对称，一个是反对称。那对称的话，它 I 跟 V 的是正一，反对称的 I 跟 V 的是负一。那这个呢？我们这哈，我们再利用这个定义，像我普林斯的定义，啊，这告诉我们就是说，这等于 y， 啊，然后。这两个式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，当你把一跟二对调变成二跟一的时候，假如是对称的话是一样的，啊，那如果反对称的话呢，一跟二对调以后呢，差个负号，啊，知道意思哈，okay。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哈，叫做哦，叫包的原理哈。啊，那这告诉我们就是哈，如果自旋是奇数除以二的话。那他必须要选择什么样？必须要选右边那个啊，破函数呢，必须什么样？必须是反对称的。那如果自旋是自旋啊，自旋如果奇数除以二，这些粒子呢，它的破函数必须是反对称的，啊，右边那边哈，对交换，对任何一对粒子交换的话，必须反对称的。如果是整数的话，必须怎么样？必须是对称的。然后双啊，两个电子的物，两个电子的系统，因为电子是属于这个啊，所以是怎么样？破函数要反对称。啊，电子是 s 等于二分之一的粒子嘛。所以要买，所以破函数要，破函数这 ，OK。好，那我跟你们讲，有两种写法，一个是。
就空间部分、自旋部分，然后对对啊。那自旋部分，我们还这是啊，就这个哈。然后这就这对应的哈，这是自旋部分是反对称，然后空间部分要怎么样？空间部分要对称。对称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不同轨道的，这种是相同轨道的。那另一种情形是这 Y 有三种情形，一个是那个波函数呢？对对哈，好，对，那么这哈。这个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特性，第一个，当
阿万等阿兔，对哈 ，Y A 等零，对哈。那告诉我们就是霍兰率，霍兰率是零，啊，就是说自旋对称的时候。自旋对称的时候，两个粒子在同一个位置上的霍兰率是零。那另外一个，你好，当 U 两个轨道相同的时候，啊，霍兰率也是零，对哈。对哈，那这就是你们所学以前所学的包里什么样？不，他们叫包里不共融是吧 ？OK 哈，叫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哈。那你要知道哈 ，Pauli principle 不是只有这个哈，这是整体的 Pauli 包里的原理是包括所有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14。对哈，第14章，是氦原子跟分子的哈。对哈，然后氦原子呢？氦原子的海姆通量可以写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。这是第一个电子的，第二个电子的，好，我们这氦原子有两个电子嘛，好，第一个电子，第二个电子，然后这两个电子电子怎么样？的交互作用，对。那对个别电子来说，有两个电子嘛哈，一个电子是这个，然后定位，这是第一个电子的能量，第二个电子的能量，啊，那刚刚写的哈，然后第一个电子的波函数。这第一个电子波函数，我直接讲写就好了。
这第一个电子的波函数，第二个电子的波函数。啊，那这是在你们带那个氢原子那张哈，你这些函数你都可以找得到哈。然后下一步呢？下一步我们要知道哈，就说我们知道，根据这个哈，我们得到基态能量了哈。我们哦，基态哈，就是能量最低的状态。那很清楚，我们知道 ，N 一等于一。啊，然后两个都怎么样？两个电子都在怎么样？都在 n 等于一的状态。那所以能量多少？等于是多少？等于一啊，我在这边哈，一哈。啊，这 n1 等于一哈，在这边 ，n2 等于一 ，n1 等于一，对不对哈？那这等于多少？负的13.6 eV， 好，那再乘上 j 平方，好，那再乘上二，好，就这没有考虑到那个两个电子的交互作用。然后我们再考虑好，我们就考虑电子就这一项，电子跟电子的交互作用，我们就得到贝塔一。做这积分哈，对。好，这边是用到这一项，用到这，用到这，来，好，用到这一项。啊，它是相同轨道，相同轨道，所以是这个，啊 ，A， 这个是 A， 这是 A， 这样知道哈？那这边必须怎么样？助旋部分必须反对称的，啊，所以我把它补在这里哈。OK 哈，好，这基态，助旋必须反对称，啊。那我们看激化态，激化态有两种情形了。激化态的话是两个不同轨道哈。其中一个是100的，另外是200 2LM 的。那二的话 L 可以零，可以是一，啊，
那这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情形是这个，一个是自旋是反对称的，自旋是对称的，那这个破环是这，这边的 S 哈，我是照你们书上符号哈，这个 S 不是这个 S 哈，不是跟这个 S 是不一样的哈。这 S 指 singulate 哈，啊，不是那个 S 哈，这个 S 是这个 S 是什么？这 S 对称，这样进去吗？是 symmetry。两个 S 不一样啊，要记得，对哈。这是你们书上用的符号了，所以再特别跟你们提醒一下哈，这个 S 跟我们这个 S 跟这 S 不一样的哈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。那这个呢？记住，这边是用 T 哈，是 triplet 哈。这 triplet 是这个，这边有三个状态，triplet 就是三个状态意思。那这两个是你们书上用的符号，所以我照着你们书上用哈。这样能够分辨了吧？给哈。好，那根据这两个哈，根据这两个我们算出来的能那个电子交互中能量是不一样的。
边有两个哈，就右边那个一个 single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，我把它等一下。这边有两个积温哈，那这积温结果是这样，好，那这 triplet。这两个积分，好，这这边我稍微跟您说明，你们书上在写字的时候，这边用 N 啊，好，那这边哈，这边第一个计划态哈，第一个计划态是我这边是写二了哈，你把二换成 N 的话，就是那个式子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所以这边就不再讲，不是只有讲第一个计划态哈，包括其他计划包括其他计划态都有了哈。好，那因为你们书上是用 N 的哈，我说照着书上这样用哈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哈，用很重要的物理里面要知道。哎，这个能量叫交换能量。那这项呢？啊，这项就是库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库。啊，第一项是传统的古典的
古典的电子拍摄能量，这是量子物理才有的交换能量。那我们再比较这两个情形，这是自旋，这是自旋什么？右边，对，自旋对称了、啊。我再把它写上来了。然后这是，对，写错掉。上面是自旋反对称的，这是自旋对称的。那你看哈，自旋对称跟自旋反对称能量差多少？一个是正的，这通常是正，这是正量的哈。这告诉我们说，这能量比这能量要怎么样？要高哈，高多少？两倍的 K， 也就是说两倍的交换能量。好，就说自旋对称哈，自旋对称比自旋反对称的能量低了两倍的 K。两倍的这个能量了，对，这样会吗？对哈。不过我们平常讲交换能量哈，是在指这个了。我这样写好了。我们平常讲交换能量是负的 K 的，所以我们平常讲交换能量是负的，对，这样清楚吗？我写在这边哈，这个名称呢，交换能量是负的 K 的，也就是做负的了。好，你们要知道这个符号哈，对哈。这样清楚吗 ？OK 哈。那么再看第一，对，然后再下来是那个。变分法哈，变分法你们书上是把分母设成一了，你们书上分母设成一，那我在上课的时候跟你们讲哈，你不一定要选择，就是这破函数哈，你不一定要选择归一化了，你如果没有归一化的话，就书上这就可以了，对哈。那我上次其实我们要讲那个变分法哈，你们书上只讲这个了，其实这个不够了，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。这是基态破函数。
八一点是基态复函数。啊，然后这个就说我的能量，这个是波函数误差嘛，哈，那能量误差呢是什么样？是波函数误差的平方，是两次方的。啊，这个在你们书上习题的，但我没有叫你们证明这个，啊，其实我在课堂上有证明的。啊，那你们这是你们书上提，书上有这个习题的 ，OK。OK 哈，那底下我们看那个氦原子哈。这是分子轨道哈，啊，分子轨道是这样子，这是坐标原点，啊，这是坐标原点，这也是电子的位置，啊，电子的位置，那它相对这个原子是 R2， 这对 R1， OK 哈，然后分子轨道有两个，哈，一个是。哦，那这是那个叫邦，这是邦点的哈。哦，邦点的意思就是说哈，让两个氢原结合在一起的，安泰邦就让两个氢原隔开的。然后 phi one 是这个。这就是那个 R10 你好，那你们这个书上有吗哈，那这 Y100 等于多少，等于根号四派分之一，哦，所以根号四派分之一你乘到这边来你就得到这个式子，啊，这是你们在那个氢原子那一章你有这些函数，哦，有这个函数
你们知道这 R1 是哪一个？ R1 是这一段这个，哦， R2 是这个，对了， R2 是这个， R1 是这个，那么我们再快一点哈，那么在那个15章哈，哈，15章是跟时间有关的，围绕定理的哈，那么我们这哈密尊念是。就是围绕像是时间的函数，对。对，然后 H0 的 eigenfunction 是。然后我们要算的这个，这是哈密丘尼的解。这新的哈密尔顿的解 ，OK， 然后因为这边是时间的函数，所以它也 OK 哈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加上时间 ，OK。那这一章我们要解什么呢？我们要找这个。在 t 等于时刻，好，在 t 等于时刻，波函数呢是在怎么样？我们知道确定是在 k 状态。OK， 然后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在 m 状态的获完率。是说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，M 状态的系数，M 状态的系数是做这积分，然后发现 M 状态的获完率。经过一段时间哦，发现这个粒子在 M 状态，从 K 状态变到 M 状态的获完率是 CM 的绝对值平方。那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。如果时间的围绕像可以写成这样子的话，然后当
在时间很长久了以后，好，时间很长久以后，你们都不要走关系。好，那再过来，最后一张了哈。最后一张我们要的是这个，OK 哈，这是 B， 好，记得哦，从磁场跟电场，它对应怎么样？对应一个向量场跟存量场。然后 ，E 跟 B 跟向量场存款，存量场跟向量场满足这个，那我们的海明村你要怎么样？要用存量场跟向量场来表示。这电子的哈。啊，电子的 Hamiltonian， 好，是要写成这样子。好，就是用怎么样？用存量场跟向量场来表示。啊，给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电子在电磁场中的话，它的 Hamiltonian 要这样写。那如果是原子里头电子的话，还要加上哪一项？还要加上那个相对原子核的位能项。啊，这样知道哈？那这是没有没有，这是自由电子，就没有不在原子里头。那原子里头我们加上一个那个库仑位能项就好了。好，那这可以改写成这样。这个平方，啊，这个、平方，我们展开以后呢，变成这。啊，然后在均匀磁场中，在均匀磁场中，哈，
啊，我们的向量场选择是 good 的二分之一 R cross B， 然后这一项这一项，啊，要一次方向，啊，好，那这是啊，我们选择 Coulomb gauge 哈。所以这就很容易算了哈，啊，这很容易算了哈。OK 哈，然后我就跟你复习到这边了哈。你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，啊，你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就针对我写的这些哈，啊，就是。这我是帮助你比较容易记住了，你好，就你们在准备的时候有个方向可以走，有个方向到底要读哪些东西，对不对哈？有个方向可以走。